索二十日迎来一年一次谐音象征我爱你的520，不少人纷纷在社群晒照放闪。前不久刚以亲自指导的电影《黑的教育》入围台北电影奖，共入围8项大奖的柯震东，也在 IG 晒出历任女友男友的放闪合照，简短写下520。仔细一看，除了封面是自己的帅照外，其余9张全都是他曾参与过的电影剧照，而且合作对象个个都是女神、男神等级，立刻引来万人暗赞。